来，对，踩好就好了。用力做哈，如果觉得太快，用力做，很棒哦。好，站起来。太陡了啦。站起来。我要我身体。那你要让它在你的正前方。站起来。我们就到咪咪那里停停的。好，好，下车，走走。你要怎么站起来？对，燃烧你的大腿。你帮他拉啦，你拉，他不会啦，他没有那么好。你要有办法撑住。来，加油！加油！对，那个手起来，手你要先把它扶起来，它这样站不起来的，你要先把它扶起来。这里，这边跟下面差不多啊。是因为我穿了防晒裤了。哦。弹起来，你要有一个弹跳的感觉，啊，往前弹，你要身体往前卷，往前卷，你的身体要往前卷，你不能这样撑，这样撑起不来，往前卷，然后脚板子往身体缩，脚往身体，啊，身体往前卷，对，对对对，然后弹起来，弹起来，对，嗯。对，很好。对，来下一个，咪咪让开，嗯。没有站不起来问题啊，他还年轻。对，慢慢放，慢慢放。好斜哦！对，如果可以控制速度，就把速度放出去，你才不会那么大腿才不会这么累。超斜的，超陡的。好，慢慢来。对对对，呼呼，可以放松。你看有雪，有雪可以帮你加。这个雪的感觉好好哦。对对对，所以下面很硬嘛，这里就很舒服。可以，注意哦。好，哎，很好很好，就这样。来，要不？这样跑进来。开始放松。软绵绵的有没有？嗨，对，你看这里都有松雪，松雪把它踩住，很舒服。他们跑又跑掉了。来继续，杨桃继续。有时候你站不起来，是因为你大腿已经没力了，可以坐着休息一下。
你看看起来很陡，但是其实跟滑下面平的也差不多，因为这里有雪。哦，对对对，哦，很快很快。很过瘾哦，那么陡，你克服了，你征服了。来来来，我帮你录。来飘一下，飘一下。飘一下，飘一下。飘一下，飘一下。那个抖都是自己骗自己的，站上来根本就不会抖。就他们小朋友对他们滑雪的感觉。休息，好停。哎呦，凯凯，啊，没有，他没有跌倒，爸爸他故意的。爸爸，好，我们滑出来一点才看得到他们。爸爸，我们好像是在滑面粉山。有哦，很舒服，对不对？明天可以来滑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、欸，不要动了，不要动，滑出来一点。滑到这里，我们这样比较好看到他们。这里，妮妮救我！我救你了！对啊，爬上一点。呼！对对对，靠边靠边，靠边靠近来休息，靠近来一点，靠近来一点，靠到这边，到这里休息。有没有面粉山？来这里休息。脖子不要。好了好了，不要不要再泼了啦，等一下用到眼镜。来养好。你看，我就说你这次一定跟得上。啊、来靠边靠边，好下来休息。是什么是那个？小蜜妈都没有拍到你跟大山。哎、欸，小泉已经先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小泉先下去了。是吗？我不知道。他不是在试脚来休息，对，他在试脚轮。我都没有录到他。杨桃，好，坐下休息。我觉得要滑面粉山，对不对？面粉山对不对？好，你等一下跟我们一起玩。拜拜，分手不送。啊？分手不送。可爱啊！开开，哎，这里，谁下来了？淑宇，妮妮，我下巴已经没知觉。啊，过来应该是小平。哎、欸，我也要带一下博伟了。哎、欸，不要丢了，不要丢了。对，博伟带起来就好。